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国杀怒怼年兽的活动啊。那么活动场已经结束，最后的话我们在这里啊还有几场录像啊再放出来总结一下。当然啊，这个时候总结也没什么卵用了，主要还就是看个娱乐吧，看看有点娱乐的性质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录像。今天的录像要感谢邢华啊，然后还有无敌的裤头提供的素材，这里边十分的感谢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。第一局一号位夏侯爸爸啊，怒带挑衅，大师的话这怒换牌，有大师在啊，这一局的话基本就是应该来说啊有50%啊可以啊攒在我们这边了。那么这个万箭开出来啊直接闪掉，有这个加一啊，夏侯爸爸可以挑掉啊，可以挑掉。那么这个地方结果挑了手牌啊，挑了手牌，这个应该挑加一啊，那么幸亏我们这里有个过差，那么直接拆加一，两张怒拍出去，然后五圣驾咆哮，那么这样的话直接掉他第一轮啊，就直接掉了他三血啊，掉了他三血。那么过河拆桥杀一刀摸四张，摸呗，摸完之后大师给你撸撸搂啊，搂个爽。那么继续啊，这个地方拍一下。那么这里注意一下，我们这个打错了啊，那么忘了啊，这个地方是忽略了年兽的技能任性啊，这个疏忽大意了。任性可以摸牌，结果菊花你不装那就直接那个了哈。所以这里的话少掉了一血，那么现在无血的警觉大师继续撸撸撸啊，结果被乐了，被乐了就没办法了。那么我们这里过牌，那么杀一刀一血。那么睿智的话这样反正我们这个菊花肯定留着，菊花肯定留着。那么大师再来撸撸撸，撸一发，反正我们这一张无血。那么这样的话，由于啊注意一下，下一轮是暴怒啊，下一轮是暴怒，所以这里的话我们也就不杀了，也就不杀了。那么再留一张牌啊，再留一张牌的话，那边暴怒没有起来啊，没有这个起来，那么我们侥幸逃过一轮。侥幸逃过一轮之后这样大换啊，大换。那么注意啊，这里有借刀杀人，要空他手牌啊，要空他手牌。一个是借刀杀人的用法啊，这里由于有这个反正就是明牌打啊，队友有逃也就不虚。那么这样之后的话，注意啊，这一次啊菊花终于有人了，那么就四刀菊花怎么不死啊，三刀菊花还有一个决斗怎么不死啊，怎么都得死啊，怎么都得死。当然啊，这个年兽打年兽的时候有的时候打得很任性啊，技能什么的并不看得那么仔细，所以也不是打得特别完美。第一局啊第一次菊花是吧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啊，继续是一个我们这边四号位的一个关张啊，四号位的关张。那么贴年兽的啊流氓云，那么流氓云贴应该还算可以啊，还算可以。那么这边一个杀在火攻一下，那么流氓云有黏弩，那么队友开始抱怨我们说这个关张啊有什么卵用，又没配合又没输出是吧，大废啊，大废。那么我们不管了，这个直接啊排出去没排出效果，加一反正这里想着不装了，直接留着后面啊，这个万一我们复魂有用了这就牛逼了。那么南蛮继续开出来，我们继续啊这个龟缩啊，继续龟缩。那边的话都没行动，他好我也好。那么这里的话铁锁解个锁，对，解个锁，然后装上的话先防御一下，先防御一下。那么这里继续打铁锁，那么被无懈掉。那么大决斗啊，大决斗，这样的话跟流氓云啊，你跟流氓云拼决斗，这就是找死啊。那么所以这一点就体现了这个电脑的还不是那么的机智啊，还不是那么的机智。那么你跟流氓云决斗那就是自己找死啊。那么注意啊，这个地方下一轮是睿智啊，流氓云不把牌用光这个说不过去了。那么我们这里利用了复魂，然后各种牌啊都可以撸出去，灌石锦衣杀啊都给我通通撸走啊，通通撸走。那这样的话直接打到四血的状态。那么锁这里啊，当然啊你不要说是关张的一个人的能力，不是刚才流氓云啊给你强力的把手牌控关的话，你肯定没这么强的发挥。所以啊这里啊一定要注意啊，
二三号位刚才在喷我们这边的四号位啊，说这个又废啊，又没怎么怎么样啊，这个你完全啊说错了。这个只要你有人能控牌，那关张的输出能力，第一局、第二局，你看这已经是完全体现啊。所以他们这个怎么中坐井观天之势啊，那我们就不评判了，不多评判。那我们关张只能啊笑呵呵思密达啊，笑呵呵思密达，谁说我们不行的啊？好，那么看完了关张的头两把输出，看一下第三局。第三局这边的话，我们是一个二位选了一个啥呀？选了一个曹昂。那么曹昂的话还行啊，防御能力屌屌的啊。边将军，那么这边还有刘峰啊，刘峰那就突突啊，各种突。那么冰凉寸呢，都是一张神牌。那么这里冰完之后，父亲定赦汝等不死。父亲定赦汝等不死啊！年兽快快受降，快快受降！春哥啊，雌雄来发啊！直接啊，第一轮我们还是打出了零手牌啊，一血的优势啊，还行还行啊，第一轮不糟糕不糟糕。那我现在就缺一张解衣马呀。那么这个决斗竟然被无懈掉，你敢无懈就没伤了，那直接再打无懈。束手就擒，那么快束手就擒啊！撸啊撸啊！那么这边的话。刘峰啊，给春哥啊，刷刷牌。那么这样的话，继续啊，现在已经年兽被崩到三血零牌，继续冰凉乐不思蜀，好评啊，好评。那么这里我们啊，打一把这个刘峰啊，用力啊，用力。束手就擒。那么由于是警觉的话，我们顺手就不用了，顺手就不用了。那么这里注意啊。注意刘峰啊，还是克这个警觉的，他这个不算弃牌啊，不算弃牌。那么那边火攻再来一发，那么我们留牌的话也没啥好留的，留逃呗，留逃。我们这里继续扒啊，这个所以啊，刘峰在这里的话，应该来说这一场啊，应该来说是辅助 MVP 啊，辅助 MVP 软输出啊，就打的你这个没有防具啊，非常简单 ，so easy。那么那边春哥的话只等爆发呀，如果有了粘土的话，春哥应该还是有所不错的收获的。那么这里哎，刘峰漂亮，把这加一掳走了，粘兽打出去，我们就可以给春哥啊送一送。那么注意现在的话有这个粘土在这边的话，春哥可以显位了，可以显位了。那么春哥丈八拍出去，粘土又挂旗啊，粘土又挂旗，那么直接伤势啊，这样春哥大绝情，一个九杀再杀，再勒布斯鼠贴闪电继续杀。那么看看这个人头啊，估计啊要跪了，要跪了。那么还有过河拆桥又来杀啊，又来杀。那这样的话，应该来说春哥一波爆发。刚才如果自带粘土在手啊，自带粘土在手。所以你看这里的话，应该来说整体三个人都很赞啊，都很赞。曹昂就。后勤部的刘峰的话就是这个装备服务部的，我就给你撸装备啊，这个撸控场。那么春哥的话就是输出流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的话啊，二号位陈三刀，我们三号位大教主，四号位啊曹昂，这应该来说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那么毕竟啊陈三刀这边啊硬输出啊菜刀流肯定啊妥妥的够。那么那边啊粘奴啊杀曹昂，这个其实肯定没有用了。那么注意啊，我们这边曹昂跟教主是有大配合的，是有大配合的。那么成功这边拿个桃园啊，先放个桃园回回血啊，这样的话大家这个稳定一下局面。父亲快走啊，闪一个劈一下啊，啪啪啪，你们加一个我们二营啊，有啊曹保镖在这边啊，大公子在旁边，那我们这个肯定就不用担心。那么无中生有，再来一刀杀呀，再来一刀杀，弃这个加一可以弃了，加一对我们而言没什么卵用啊。那么顺手大转羊这边啊，注意啊，曹昂还有粘奴。那么曹昂的这把粘奴的话，应该还是非常值钱的，只要他有一些废牌的话，可以塞给粘兽，然后对吧，可以刷粘奴了，慷慨刷牌，慷慨刷牌。那么这边找我们决斗，我们直接撸出去了，直接撸出去了。那么陈三刀啊，继续杀一刀，然后曹昂再来一下啊，再来一下。那么这里应该是手里没闪了，那么这一波啊可以继续刷了。这个明的
杀一刀，我们出闪，这样已经是明的啊，手里还有一闪，可以继续再来杀一刀。那么现在尼努配雷吉康凯的这种作用啊，已经是啊毋庸置疑满分啊，满分啊！两波雷击打出去之后，再配上这个年奴，他自己再杀年兽，你这个怎么玩？玩不了啊！你的年兽就是分分钟啊，这个输出值应该是比较爆表的，比较爆表的。那么这里的话再杀一刀，那么注意这里啊已经是睿智了，成功的话这个给牌其实有点浪费啊，有点浪费。那么曹昂的话应该直接选择杀年兽，应该更好啊，更好。那么这里有这个人王，人王不怕成功那边的那个他技能叫什么呢，名册啊，名册的话应该来说克这个人王的不怕你人王防御啊，这个没有什么问题。那么现在警觉啊，那肯定不能拆，下一轮睿智南门开出来，我们这个直接又被挡掉了。那么现在打决斗啊，干得漂亮，干得漂亮。那我们这里过河拆桥拆一个乐啊，也没想着拆那个，拆到年兽的话毕竟啊这个有警觉。那么曹昂这边啊拆的话他有杀可以，这个可以，反正就凭你一血就是稳拆你加一嘛。那么这一局啊基本到这里应该是最后稳了，难埋啊，再放一波。其实这里他直接给曹昂，曹昂杀一刀就行了，这个是破人王的，只有藤甲不破，只有藤甲破不了。好，那么前四局啊应该来说装备上面还是有所体现的，菊花啊，年弩啊，春哥的年弩，曹昂的年弩，关张的菊花啊，还是不错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无敌的裤头的两场，这边的话啊，参军马屌丝啊，这边我们二号位参军的话，这个应该来说每回合如果你是不控装备的话，每回合应该是稳稳的散摇啊，大散摇的话应该是稳稳的可以控年兽一血的。这个如果再有杀的话，这可以起到双刀模式啊。那么徐正科啊，然后年奴没距离直接过。那么诸葛在这个地方，年奴撞起来三刀四刀直接啊被控到七血。那么第一回合我们打出了五血，那么继续散摇啊。那这样的话前期而言我们应该来说还是优势非常大，只要把它打到三血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啊这个没有用了，毕竟徐胜在这边啊，徐胜在这边。那么警觉他弃牌哦，这个乐不思蜀不用他弃牌，好评啊，这样的话就避免了他回血。那么徐胜继续龟缩，这个没有装备的苦恼啊，想袭人贞操啊却而不得，却而不得。那么这边一个大暴怒啊，借刀掳人，但是这个年弩这啥的啊，人家散摇破敌。那么我们继续散摇破敌啊，散摇破敌。那么徐胜的话依然啊，这个打到第四轮徐胜的话一直处于大白板的阶段啊，大白板的阶段。那么那边诸葛一个九杀啊，九杀没中。那么杀闪的话我们现在依然可以啊给他来一发啊，来一发散摇。那么这一杀的话也没有动啊，没有动。那么徐胜几个打顺手，这样可以克一血，再克一血啊，再克一血。那么整体而言啊，终于啊打到第五轮啊，徐胜终于打出了两血的贡献啊。那么最后的话，整体而言这样的话，年兽已经被打到一血的状态，最后应该好打。这一把警觉又再次回个血，回个血，我们现在散摇破敌啊，已经破不了敌了。这个毕竟啊，徐胜血线最多啊，年兽没什么卵用了，打不了他了。那么启动睿智啊，启动睿智。那么散摇破敌，拿个藤甲护队友，护队友。我们这里的这个桃子可以吃一吃啊，可以吃一吃。队友的话都没那个。当然，我们这里可能啊考虑的就是说，也没有什么好考虑的呀。年兽这里五血啊，这个又刚才从一血又回到五血，我们又可以看一看，那继续散摇破敌。那么九杀好评啊，这样九杀的话徐胜啊终于在后期有所爆发了。那么前期我们散摇破敌，后期破军菊花啊，破军菊花。那么这样的话已经打到这个一血状态，应该快了，这下应该快了。那么打个乐不思蜀，那么其实可以直接砍了，直接砍了。
这个没有必要，毕竟诸葛后面还有关心嘛，是吧？那么有把徐盛乐不思蜀拿掉，他这有这个丈八二这是稳稳的了。那么参军啊，这一把应该还是稳定的，前期稳定的发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局这边的话，一守卫大师，这必然就很赞了，必然就很赞了。那么我们这里选了，这里刚才是看看有没有跟大师可以配合的，也没有太多啊。那么选了一个陈三刀啊，主输出，主输出可以的，就像上一把陈三刀啊，毕竟可以砍啊，可以砍。那么这边杀一刀，那么我们可以借刀掳人啊，借刀掳人，闪掉呗。这个丈八没拿过来，那么这里的话可以给一把刀啊，可以给一把刀，给一把刀树大爷，然后让他杀一刀嘛。大师下一把是睿智啊，那么给大师的话可能有点浪费啊，那么你可以给树大爷。那么这边过拆九杀啊，拆到一血，然后这样的话依靠着树八的这个优势啊，第一回合还是这个控了场的，控了场的，天下我有，顺手转羊，不给呀，不给。那么大睿智啊，一个火攻打出去，那么我们留个桃保命。那么加一给出去啊，这个破人王的，破人王的，所以陈三刀的模式应该来说还是比较赞的。你有人王，除了女装藤甲才有点克，那否则的话，我们只要有装备有伤的话，我们没有距离啊，都可以依靠队友的距离啊打出伤害。那么这个地方继续锦衣撸起来，继续锦衣撸起来。那么方便大师行动啊，方便大师行动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想换这个应该是换不动了，换不动了，十一张牌怎么换？那么人王拿出去，这样就可以平砍了，平砍了。那么一个再来一发，再来一发，这个树大爷这个肯定直接砍呀，直接砍啊！这里说卡了，那就没办法了，直接砍。所以打年兽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我们今天啊到最后再总结，基本啊就是说你一定要选输出流，有的时候配合并不一定比这个输出牛逼啊，并不一定比输出。三个人都在输出的同时啊，你的配这个自然而然年兽就无啊这个还手之机。那么现在我们这边的名册还可以配树大爷的这把火扇，哎，三里亚的一个死无葬身之地啊，红红火火，黄黄糊糊啊。这边的话杀一刀啊，借刀再杀一刀。那么我们这里啊，不管啊，这里的话可以装上加一给杀呀，可以装上加一给杀呀。那么这里火扇继续扇，那么注意这里的警觉的话它是没有什么用啊，没有回血的能力。那么磕个桃子杀一刀啊，雷杀再杀一刀，这里肯定是控耗尸的牌。这把啊，这个白银给出去肯定没有问题，然后再扇啊。那么你看啊，主要刚才前期的话一刀一刀打，后期你装上了藤甲，我们队友有扇子，一把名册再配他自己大过盘量，这个藤甲就非常疼了。引火自焚年兽啊，终于火了一把啊，火了一把，猴年火一把。好，那么我们刚才这两把的话，应该来说，其实成功这一把大师发挥不算特别强啊，主要依靠了成功跟树大爷的输出啊。好，那我们来再看，继续看输出啊，主要主打啊，年兽主打输出啊，跟我玩配合的话，这当然说配合输出那也行啊，不是说光纯粹的配合刷牌啊回血那种肯定是比较慢的，而且是迟早啊在暴怒的情况下年兽可能打出一圈多的局面啊。那么这里我们直接啊用一个消国，那直接啊你年兽又没装备啊控场，那么我们待会儿可以看到年兽应该是稳定的，他是直接默认为掉血不弃装备的啊，默认为直接掉血不弃装备，待会儿可以看一下。然后这里继续打名牌，教主有闪我们就砍啊，这个模式肯定是这样的。那么第一轮依靠了教主的雷击啊，把这边年兽打出了三血的优势啊，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。那么这里继续削骨啊，扒他牌啊，这个让他掉血，毕竟啊年兽这个这会儿已经不是特别智能，他只选择掉血不弃装备。那么我们这个没牌了，那么继续下一轮给他削骨，给他削骨，那么继续砍，那么劈一个，那么这样的话第三轮打到了
半啊，这个半壁江山已经打下来，那么南蛮开出来给教主打个无懈啊，教主有杀就无所谓了。那火攻来一发啊，那么继续效果，你看啊，所以每回合他这个是默认为啊掉血啊，不弃装备啊，不弃装备。那么教主这个粘弩还有所发挥啊，也是溜的不行啊，溜的不行。那么这里藤甲也没啥作用，乐不思蜀乐一发吧，那么方便下一回合再换牌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没啥基本牌，一个桃子可以保教主吧，可以保教主不死。那么这里睿智啊，杀一发，这里杀一发，我们睿智啊留古定和桃呗，留古定和桃，那么两桃在手，那么粘手你的牌啊，这又是归大师，归那个教主所有了，归教主所有了。那么这一波，哎呀，跨起了粘弩啊，有点疼了，有点疼了。这样的话，杀一刀，暴怒，这样是两个桃啊，这个桃子可能救的有点啊傻逼了，有点傻逼了。那不管啊，现在毕竟凉血啊，凉血应该来说，只要他优势不起来，应该来说还能赚到，还能赚到。那么他继续睿智杀一刀，那么可以啊，消我来一发啊，来一发，有基本牌不怕你啊，那么留个桃，装上白银。大师，大师再来，直接砍一刀带走，带不带走？那么这个白银拆的。哦，这有铁锁九火煞、啊、那这样直接带走了。如果他这一波不带走了，后面年兽的话，我们可能就要考虑直接再来一发削骨、啊、那么所以这一波啊，整体啊，一个是配合教主，二个就是啊，另外一个武将越境啊，我们这边啊削骨啊，直接给你年兽啊，每回合稳定掉血，稳定掉血。那么我们继续看啊，花式弩年兽，花式弩年兽。那么借刘备在这边，宁统在这边，应该来说还可以啊，还可以搜搜。那么借刘备在这边的话，自己可以主打一杀啊，每回合啊固定不会断杀，那么这边还可以包养我们不会断杀，包养装备啊，然后宁统小旋风那边可以包养装备。所以整体而言的话，应该来说还算可以打，可以打。那么火攻来一发，加一装上旋风啊，拆牌啊，那么这样拆的话应该还行。那么顺手拽羊拿个刀呗，防止他到时候有加一什么的，杀一刀啊，控场，然后万箭再开出去，这样的话贝贝不怕掉血，宁统的话掉三血，这样可以更加稳定的控场，稳定的控场。那么给九好评啊，那我们九杀肯定是必中的，九杀必中的。那么借贝贝这里直接回血，回血不主打攻击了，不主打攻击，那我们直接九杀来一发，大军在此。那么休想前进一步啊，这样直接中，而且这个破卷这个警觉啊是没有作用的，警觉是弃牌或者什么的啊。同心同德，大汉救困我。那么这里直接杀一刀啊，现在的话贝贝就主打这个攻击输出了，那么再杀年兽，这样稳定控场，那么留一杀呀。那么徐胜怕就怕断杀，那么现在留桃也没用啊，留桃也没用。下一把暴怒的话啊，那么毕竟六邪暴怒还扛得住，还算扛得住。那么顺手转羊，他拿加一，一个大铁锁，然而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同心同德。那么贝贝继续回状态，回状态啊，反正打不到你。那么这边小旋风拔一拔，小旋风拔一拔。那我们继续九杀呀，九杀。那么从第一轮到现在的话，应该来说我们徐胜啊，这一把应该没说是不动埋了，毕竟有贝贝包养啊、嗯，还是非常好的。那么这个雷杀不痛不痒啊，还行还行啊。那贝贝继续给啊，继续给乐不思蜀。那么这里啊主打继续输出啊，杀控场，杀控场。那么八光，哎呀可惜没了，可惜没了。那么换一张杀一刀，杀一刀的话敲个软牌啊，直接乐不思蜀再过了，控一控，控一控，结果无懈打掉。那么贝贝的话这一把应该要回血了，对，回血，那么应该是有装备的，应该是有装备啊，有顺手，这肯定就明了啊。那么这样拆八啊，借刀掳人，那么没借过来的话呢，就直接再杀一刀。那么我们继续啊，这个杀一刀，那么留个桃就行了，留个桃。下把睿智啊，下把睿智，睿智的话贝贝这里同心同德，
那么给个九，我们这个有点难以抉择了，有点难以抉择了。他这里可以缩一轮啊，缩一轮。那么这样，我们想留个九，本来想这个一轮爆发的，一轮爆发的，结果这个断杀了，所以徐尚啊怕啊，就怕这个没有杀。那么这贝贝给的一手好牌啊，有九杀直接空城，然后决斗啊，直接死了，直接死了。那么小旋风这边啊，直接帮着拆牌，那就有点糟糕啊。那么我们这只能打到他四级，索性贝勒啊，下把暴怒可能还不虚啊，还不虚。那么。这边一个九杀，两把决斗，五谷再一开啊，还有决斗。那这样的话，年兽就贵了。那么最后一个五谷风灯开出来补刀啊。最后 CU 拉拉 ，CU 拉拉。当然，小旋风刚才的话，可能考虑就是说啊，防止暴怒他天过乐啊，这样的话可能要被打。我方的话要被打残了，被打残。好，那么。这个徐胜看完，看这一把的话，守卫张飞啊，那应该还算可以。那么韩当的话，搜搜吧。我们这边教主，那教主的话，这个就是又要跟队友打配合了，跟队友打配合。那么张飞直接硬输出，输出全靠吼啊，输出全靠吼。但这把的话，就是张飞啊，没有包养，没有包养。成为黄天之士的祭品吧，成为黄天之士的祭品吧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是明闪啊，明闪。那这样的话又可以啊，队友配合过来打。但是这里有睿智，睿智还行啊，毕竟是新教主啊。而且这里啊，这韩当先出，那可以送我们一波助攻，杀一刀。然后这样的话就利用了这个牌效了，那反正后面睿智我们要弃牌，索性这个时候用光，然后八卦装起来杀一刀啊，杀一刀，打年兽啊就要打硬输出啊，能够尽量不要防御的时候尽量就是打输出。那么这个地方砍我们，可惜啊，这里八卦不给力了，又不给力了，那这就没办法了。那么张飞一个火攻，那么整体而言，你看现在打到第三轮，应该来说还可以啊。第三轮张飞这边硬输出，我们这边有雷击，整体而言就把年兽啊还算控得不错。那么年兽这边的话被打到四血，下把暴怒啊，下把暴怒有点、这个有点危险啊，有点危险。那我们只能挂上闪电杀一刀吧，杀一刀吧，无可奈何了，暴怒就让他暴怒吧。那么这边的话可能啊大家都要跪了，都要跪了。那么冰凉乐不思蜀，奇迹的一幕出现了，一个杀都没有。那我们这边啊运气也是非常的溜啊，非常的溜。那么这样不管了啊，有冰凉有闪电这不怕，冰凉我有草花坏，这个闪电也劈不中了。那么这样一个顺手转羊，我们手里有的是闪电牌，又可以直接劈他三血，道士所向，直接劈他三血。那这样整体而言的话啊，不亏啊，不亏。这一波的话，应该来说教主的主视角光环应该还算比较强，还算比较强。那么张飞一个大替身杀，你有这个八卦，我们可以换。最后直接死了，最后直接死了。飞哥补刀大咆哮啊！飞哥补刀大咆哮。所以这把教主的话应该来说体现，毕竟还是主视角，所以体现的更加好。好，再看下一把，下一把这边的话我们是一个界二哥，界二哥的话至少不会断杀啊，不会出现徐胜那样的情况。那么杀一刀难难再开出来，那我们四闪就不足惧啊，不足惧。那么现在有这个加一，我们这个红杀配合化熊，来温酒斩化熊啊，温酒斩化熊，来刷一个耀武扬威啊，刷一张牌。那么这里一个开出来，那么现在其实这个阵容你说有配合吗？配合就是我跟化熊砍一刀，他掉一血我摸一张，或者我们回复一 DT， 这就是 无所谓，这个顶多就是这个配合嘛，还是伪配合要加引号的。那么吕布那边啊只是 是稳定的输出的，化熊啊其实没什么卵用啊，没什么卵用。但是就是这样的啊，菜刀刘闷啊能够打下这一场啊，大家拭目以待。杀一刀火攻一个给你掉，给你掉，那么冰凉没办法了。那么我这里选择缩一轮防御了一下，没有打得那么激进。那么注意一下，主要现在啊，化熊跟吕布都有距离，所以也就每回合稳定输出啊，稳定输出。
那么这里闪啊，虽然想留一闪保防御，结果啊还被他扒掉。那么杀一刀，杀一刀直接硬上，这个地方没必要拼脸啊，拼脸的话你说你跟联手拼脸这么多牌，人家也是很智能的，有的时候还是很智能的。那么吕布这个八卦好评啊，那么你看我们这个闪流对了，不是吕布的这个丈八好评啊，丈八好评。那么直接拼个点控手牌，再来一刀啊，再来一刀，这一把又打得比较激进了，桃子都不吃啊，桃子都不吃。那么这样是大家硬输出啊，硬输出，吕布最后再来一发，杀一刀，死不死？哎，瞬间就死了。那么这一波你说有什么特别牛逼的武将吗？这还是标包武将花熊大费啊，二爷的话其实一绝也没什么用，纯粹就依靠了这个武圣的作用，所以啊依然能打下来。所以这就我想到了刚才应该是第一局还是第二局啊，那个第二局啊，流氓赵跟那个香香说，你干嘛选一个什么关张啊，又没配合又没怎么样，但是是硬输出啊，所以这种不能忽略啊，不能忽略。当然那一把你不能说少了任何人都不可以啊。那么这一把我们继续看啊，那么我们三号选一个剑马，剑马守卫曹植的话这有九伤还行啊，那我们剑马的话，那么有法阵的话，应该来说法阵可以跟我们打配合啊，每回合它固定的那个炫货啊，炫货，然后炫货的话我们直接出杀，都不需要刷牌啊，不需要刷牌。那么这敌人阵型一乱啊，给我乱啊，来发型师给你啊，乱个发型，乱个发型。那这里没杀的话阻挡啊，输出没打出来，火攻来一发，杀一刀，借刀掳人啊，又没有杀了。那么年兽乐不思蜀这里的话那么这里啊又断杀了。所以这种菜刀流啊，应该来说怕就怕的是这个断杀。那么你法阵让你那个让你说主打输出，你还在这边给我们刷牌，这样的话这效率太慢了，效率太慢了。刷牌是可以啊，但是你打不出这种输出能力啊，那有什么用？你看这里最终还是弃牌有睿智啊，所以这里整体打得不好啊。那么全军偷鸡鸡，杀一刀来这边的话，你看肯定啊，这直接保输出，保输出就行了。那你那边还有一杀，那么年兽杀你的话是一个大恩怨，说不定他又给一杀，又给一杀。那么这边的话曹植九伤没中啊，没中。那么顺手拽羊的话肯定拿这个冰娘了，拿这个冰娘，冰娘拿过来，冰年兽啊，这个冰的话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值的，少摸一张就是一张。那么法阵继续杀他呀，这个我们就也就无可奈何了，无可奈何了，这直接杀年兽一回合，这个稳稳的输出一血多好，是吧？顺手拽羊啊，顺手拽羊。那么这里继续解铁锁吧，铁锁有的时候年兽还是比较智能，解掉全军继续偷鸡啊，继续偷鸡。叫你结果啊，上一把他刷牌，这一把给年兽，这打的也是不说了，也是不说什么了，九杀直接死吧。那么队友还救起来了，救起来就救吧，毕竟恩怨两张牌还算可以，还算可以啊。那么再杀一刀又没用啊，又没用，留了一堆闪。那么继续全军通缉鲁一发。那么下一把的话注意啊，是睿智啊，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应该是把手牌都用光啊。那么这边继续杀一刀睿智了，要弃牌了，要弃牌了。这个还算可以啊，还算可以。那我们可以七个白银留账吧，七个白银留账吧。那么两张闪拍出去，主打就是输出啊。收人钱财。那么这一个手牌肯定是要，这肯定要刷了，这肯定要刷了。能刷的，这肯定是给你刷啊。那么这边杀一刀没效果，下一把注意啊，这边是暴怒，那么回血也回不上来，那我们直接啊，在全军偷鸡啊，全军偷鸡。收人钱财。那么给法阵刷个牌，给法阵刷个牌。现在的话这么多
手牌啊，这么多手牌暴怒的话应该来说还是有效果的，有效果的。那么杀一刀杀曹植，他这个感觉不知道电脑怎么算的，不知道怎么算的。那么曹植有翻命，那边队友还有两套啊，刚才炫货拿走了两套，就一个又翻回来，那可以继续翻回去啊。那么继续救起来，那么终于啊那边挑方向了，杀法阵，而且、啊、他这个暴怒去杀了一个白银的曹植，这肯定是亏的，肯定是亏的。那么法阵你死了啊，这早一点啊，其实早一点配合我们这个铁骑的话，可能会好一点。当然世事难料，难讲，火攻，哎，结果没有红桃啊，那只能张八拍出去。随我杀。南蛮的话，那么曹植一般不会太断杀，不会太断杀。那么一个大铁锁，我们直接闪掉，直接闪掉。有丈八就不怕断闪啊，不怕断杀。那么九杀，那最后全军突击，无中生有，开一个九杀呀，这肯定九杀派出去，全军突击。那么这一把主打应该来说，这个铁骑啊发挥不错。法阵本来其实可以完全啊跟这边打配合打得非常好，结果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么你看啊，今天总共14场，前面11场啊都是输出流啊，都是输出流，所以打年兽的就是真的就是靠输出能力才能打得出来。那么最后我们看几张控牌或者配合的主视角啊，这边控牌，那么这边其实也有个关张什么各种乱七八糟的都有。那么选了一个公孙渊，那么注意这一把公孙渊啊，这个你说如果纯粹的控场的话，其实有点难啊，你每回合也就摸年兽一张牌、啊、等小利。当然但是这里注意一下，有香香在，有香香在，香香在的话我们就可以啊跟他搞起来配合了。如果他有装备的话可以搞起配合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冰凉啊先存一轮啊，留着关键的时候用，这时候也不是那么的着急啊。九杀一发，九杀一发。那么第一回合还可以啊。那么两个控场的，我们一个可以八牌，二个就可以给步步那边控牌。一生纵横，那么继续对他人称臣。继续、这里的话，由于是警觉啊，就不掉他血。那么给香香刷一发牌就行了，刷个加一。那么手上的牌都是装备啊，这一手牌要是能给香香就好了。那么香香继续，这时候满装状态的话，那么这个暴怒就赚了。你看我们冰凉囤对了，此等小利焉能安无雄心。这个地方就选择了把两个人了，既控场又扒香香。那么香香那边的话还可以给我们回血，那么留牌的时候要注意啊，要留红留黑，防止啊到时候花色不一啊，花色不一。那么这里香香大刷牌，刷刷刷，那么有捏弩这就更加好评了。那么我们这里配合刷牌应该来说起到了一点效果。那么最后再来一个结印，乐不思蜀都没什么用，直接不用啊，直接不用。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啊刷呀，继续刷，就扔黑牌了，留桃啊，留桃，这里留个防御啊，留个防御。那么这里只能摸队友，摸队友的话还行啊。那么我们这个刷牌量应该可以了，那可惜被乐中，那就无可奈何，下一轮呗，下一轮。那么睿智这里可以保香香啊，那白银弃掉回血，那么继续可以吧，可以吧，拿一张加一，然后、这里我们没有拿加一啊，拿了一张啥呀？何鸾拥拿了香香的手牌，这个地方应该拿加一比较好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啊，应该是考虑的那个，当时自己考虑的是那个，这会忘了，当时考虑的就是这个睿智啊，香香要弃牌，所以直接拿手牌啊，直接拿手牌，这个没有问题啊，刚才没有问题。那么最后香香这个这边的话，他弃牌加一，睿智弃掉，捏弩直接再上啊。所以刚才这一把、公孙渊跟萧霁啊打了一个配合，然后还间接控场，然后再加上步练师的控手牌，那整体而言就非常容易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倒数第二场，那么借周云啊也是可年兽的，这种应该是
这种智能不过来了，智能不过来了，我们选一个法阵，这个可以配合大家输出的。那么一个大反进啊，稳定吊牌，稳定吊牌，他也不掉血。那么炫酷杀一刀，那么这个肯定杀呀，不要想。那么黑牌我们这个保距离要紧啊，保距离要紧，直接再杀一刀。那么徐晃这里控盘应该来说还可以啊，每回合冰凉，特别啊这个地方。下一把暴怒的时候，这个效果应该更加明显，更加明显。那么这里啊，那边大反击啊，生不如死，直接掉啊，直接掉。那么这边火攻来一发，杀一刀。这边那么过河拆桥都不要用了，都不要用了。那么下一把暴怒，这肯定要冰上，肯定要冰上。乐不思蜀其实倒无所谓了。冰凉的话，这边掉血了，掉血了，他不弃装备了。凡是碰到装备的，他就不掉，他就不掉。收人钱财，那么这里继续杀一刀，继续杀一刀。那么整体的话，应该来说还可以。主要局场这边啊，发挥应该来说更大更大。他这个稳的冰凉控场。那么这边继续杀桃九，这个周瑜生死一线给我回来了。那么凡是碰到装备的年兽，他就是不掉装，不掉装啊，不掉装，决斗来一发，有一张杀我们就可以跟他拼。那么最后这里就拆一个决斗，直接挂了，直接挂了。这一把应该来说还是非常轻松一的，借周瑜啊直接控手牌，大过量的控手牌。循环的话是通过冰凉间接的小过盘量的控手牌啊，整体而言比较赞。像这种控场啊，应该就是算控场了啊。好，那么最后一局二叔禅，二叔禅组合，那么我们就看看，你看大家有的选手啊，有的杀友们，刚才第一局啊，我耿耿于怀啊，这个就老在强调配合。那我们就看看这个这一轮啊，这也是有配合啊，这个配合是有啊，但是没有这种强力的输出，打不出效果啊。那打了16分钟才打赢了。输出是有啊，没有问题啊，但是那句话，应该是不是配合是有啊，但是输出不强啊。你看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弃牌啊，就打这种傻瓜似的放拳，这边拥死，然后这边啊大固阵直进，但是你效果就是不强啊，效果就是不强。那么这里继续起牌，年度已经丢了，年度已经丢掉了。那么一个乐不思蜀打直进，那么你有那么多牌都没用啊，也没用，放权给树大爷。那么这边大暴怒，大暴怒，大暴怒的话直接乐中了下一把睿智，下一把睿智。那么这里八卦起防具，起防具，那边藤甲八卦，大家防具都起来加一啊，这就是各种手牌。那么有了顺手继续刷啊，继续刷。那么真言直剑一宝，下把睿智了，下把睿智，这里直接啊弩一发，锦衣装上杀一刀，他直接再掉血。那毕竟下把睿智放拳也没用啊，放拳呢打也可以打吧，打也可以打，但是没什么大的区别，又没有粘弩。那么这边灌石强重，强重二张，然后再来决斗，再来决斗。那么一手的杀神没什么卵用，直接又不中了。那这样继续弃装备，弃装备没用了，这里要睿智啊，睿智。那么我们继续弃装备，弃然后放权呗。但是这个放权有点自己傻逼了，自己傻逼了。那么年兽还处于睿智的阶段，还是有点阶段。二张刷一发，这样多刷一发。二张继续掉血，那么年兽啊，这里有警觉，还有发挥。那么二张固阵，加一装上过河拆桥，这个能杀一刀呗。又杀不了了，那我们继续放拳了，放拳了，稳定放拳给树霸，让他稳输出，杀一刀又没中。那么杀一刀，这样没牌了，没牌了。那么这里的话，锦衣装上杀一发，任性。那么这里强刷牌，那么他这个
杀二张的话其实不算特别好，你可以借刀杀我们，毕竟还有一个享乐，他要额外弃一张牌是吧，多耗他牌，你多耗你二张的牌，这个没什么意义，你要保你自己的血线，小胖我们这帮人的血线保不保都不要紧，反正都有大固阵。那么这边啊，暴怒文乐住还算可以，还算可以。那么这里的话继续杀一刀，继续杀一刀。任贤使郎，无为而治，挥剑直剑，劝主报行恩。那么这里一个决斗撸出去，杀一刀，再杀。所以整体啊，效果还是比较慢，还是那句话，太慢了。还有这个样子，还有三分钟是吧？才打完。就是说刷牌，你刷牌又能怎样啊？这个没有粘土，你都是白搭啊！没有粘土都是白搭。玉玺在手，眼下我有。火攻杀一刀，过河拆桥，大古镇假意金刚钻石，劝主移行。那么这边决斗，拿一个杀，拿一个杀，这掌八拍出去，钻石又贴，各种贴。那么我们最后补刀啊，最后补刀就行了，就这样了。所以整场的话打了十六分钟，这就是有些人想要的这个组合啊，要有配合。这个配合，你说二树禅配合，杠杠的，杠杠的。但是打捏手并不适用，并不适用。所以那种配合啊，有的时候就是硬输出啊，硬输出。前面的话各种硬输出啊，配合即使有配合，那也是配合输出的啊。好吧，那今天的这个年兽啊，最终的这些活动啊，基本就到这里了啊。也就这样吧，怒怼年兽的活动反正也结束了，以后也没有录像了，最后这最后一波。好，最后的话谢谢大家。